世界亚军被干碎 ，FPX 通天带银河要封神，来 LPL 打单子来了 ，RNG 法务馋到流口水，各解说嘴巴张大大，他在打单子，炸鱼来了。哎，怎么又犯千珏了？感觉不用看了，英国机器这么快吗？但他们难道下路强势呀？我觉得打 FPX 的根本就这两个点，打野、野河和下路混全。这打野这么厉害吗？八个 MVP， 他现在就是小戴啊。Top Plus 哪里出来的 ？RNG 那边出来的。他们有人在传说是 RNG 二队租过来的，但也搞不清楚，因为我记得联盟之前是不能明面上是不能租借的。这打野也太屌了。EDG 立大功这一波，因为 FunPlus 的教练是阿光，阿光以前是 EDG 的 ，FunPlus 赢等于 EDG 赢，兄弟队，还是拿艾希，这艾希能咬，对他们来说，这艾希这把大概率是 AD 了。喷火龙好，上单的真的装又要 C 了，真的装来活了，上单的肉喷火龙啊，这上单的肉喷火龙出肉的，就靠自己被动杀人，反正老子被动是远古龙魂秒人的。来看看 LPL 应该是第一把上单喷火龙吧，我没见过，我反正结束了比赛没人玩上单喷火龙。蓝宝加艾希，艾希还是去 AD 了，莱弗的经典蓝博辅助，这个莱弗是专门玩、那个、对专玩蓝博的，他应该就是那个多兰戒出门，然后后面回家买公转。 对多兰戒出门，然后一级学艺就一直插，这下怎么办，阵容右边完全一样没变过，微博季现在也明白了，上把不是对面阵容好，而是我自己没打好，我再给你一样的阵容，看你能奈我何。但我说实话，两边感觉在比哪边阵容更抽象。这什么 BP 啊，这 FunPlus 又是千珏，妮可现在的千珏拿枪，你就玩吧，等到季后赛一场不犯。哦，他真是 RNG 二队的，那更好了呀。EDG RNG 本来就是兄弟队啊，那就兄弟加兄弟，三兄弟了呀，这个是三兄弟队了呀。关系很好吗？本来就是兄弟队啊，这 LPL 一加七。你说 EDG RNG 就算了，你跟 FunPlus 蹭什么呢？都有冠军啊、那 EDG 跟 FunPlus 有，那 RNG 呢 ？RNG 也有冠军啊，三合一啊。三合一浓缩 MSI 是吧？你有几个 MSI 冠军？我感觉一直含金量都还可以的呀，我觉得我是认的，我也认，没有人不认呐、啊。这把看看深了装的喷火龙啊，喷火龙这个英雄还是那句话，版本最后一舞了，下版本大削弱，我感觉是最后一舞了，这英雄。火龙打这个葵，他很舒服的，就是他可以一直发育，就葵浪星拿这火龙应该是一点办法没有的。小人上单打肉见识一下呀，压肯定是压不住的，没伤害喷火龙，就是你看马上已经抽了14层被动了，上路确实就长这样。但是为什么推线的补刀是落后的，漏的太多了，漏了呗。这个叫银河的怎么又打千珏啊，上把不是挺厉害的吗？绝活哥呀。那为什么魏博会放啊？是我说了呀，打野肯定教练问就是可以放啊，教练说千珏能不能放，打野肯定说可以啊，不可能说我打不了呀。这边运气好到爆，直接刷到下面，这个印记直接吃掉。好、运气非常不错啊，米克威直接走到嘴巴里面了，这核系，而且波比是 F6 开的，好像。那下个印记还要刷的 F6 或者刷石头人啊，这个印记一定是刷在 F6 或者石头人的，谁敢接啊？谁敢接？这边先把 F6 吃了，小虎何翔放一点，放不了，这边直接但是被暴露了，这个米克威，甚至这个能吃一层印记，好像都还，如果再等一等的话，30秒，心里数一下时间。等一会儿，他在等，他知道会刷印记，他在等，他真在等，他聚集，你刷呀，倒是在等。哎呦，好专业！我操，真有印记啊！真在 F 六！哇哇哇，好细啊！哇！哇，这太细节了呀，这也。我说的怎么样？第二个印记不是石头人，就是 F 六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终极老千珏加刘备，哎，怎么样？我这千珏细不细？但是米克威更细啊，他居然能精准算到印记就在 F6， 我是算的是石头人或者 F6， 啊，他比我准，我承认他的千珏真有点实力了。高手，真是高手、兄弟们，高手吧，我是高手，我高手吧，绝对高手，兄弟们。就这件事儿，就在那个他千珏去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能吃到这层印记了，啊，高手。上次我看就是还有这种细节的，还是 Pusik， 就是他特意把一些野怪刷了，然后让这个印记刷在自己能刷的位置。那 Pusik 人家就是
含一千含一绝啊！有皮肤的呀，就是有皮肤的呀。一个人凶你两个人，赖的不能再凶，不能再凶。我有这 Q， 闪现就是不交。套起来感觉有点危险、啊。对，但来福过来了，来福直接搞红温，哎，上去就要钻。警告！警告！我的天啊，来福这个伤害呀，赖的还好进化解得快，点燃是一滴血没打到他身上，但点燃但凡打一滴血赖特都死了，只能说赖特的反应还是比较快，直接进化把点燃解了，已经炸弹微博下路被恶心到了。哇，看得好爽，这先觉他在那里等的时候我还想他在等什么，下季赛他应该不会再放 plus 了。我跟你讲，这如果那下赛季 RNG 要拿回去了呀，感觉不知道呀，太猛了。按照这样子看 FunPlus 是肯定不在的，那他在不在其他队伍就不好说了。我说实话兄弟们，这波比玩的问题有点大。不是波比青雄他要在野区跟千珏自爆了，不然我的建议是要不选个卡莎跟千珏对着刷，卡莎打野啊。对，好，下路过来给波压力，米克维在当保安，这波有机会 Light 没双招，哎，蹲到位，蹲到 Light 三打三，小号还在场，英吉长空找到了小号，中单也要参加，来到六级了，要硬动 Light 直接被秒，拿下一血，印记有印记，兄弟三层，怎么说也倒，但是后续千珏还能收，千珏跳过来再送一个，再去上半区吃河蟹，四层印记记，纯爽局。千珏打个比赛能这么爽吗？这千珏四层印记。玩毛啊，这千珏刚刚，哎，不是他七分钟四层了，兄弟啊，上一把十三分钟三层，我们已经说很 BT 了，这把七分半，这个是 BG 中的 BG 啊啊，他是河蟹 F 六人头河蟹，你飞了，怎么说这千珏飞了，这个千珏只能用暴劈天飞来形容，千珏这个英雄。七分钟四能一击，比你七分钟杀五个人还难。这把机杯已经没了，兄弟们，二比零了。要不退了，等。要不赖他怎么说？要不退了，带着流行龙一起退了。就我的事情，我就是来开游戏的，开完游戏我应该可以退了吧？真退了，卢娜兄弟，卢仙五八分钟，你看卢仙装呗，咋玩啊？让谁玩扔来玩，让卢乐来。八分钟身上一个箭袋，这哥们也太 BT 了吧，怎么这么能叠啊，哎，十八了这波没闪的寒冰应该是要交代的，死了，没了，晕到兰博大招换一点伤害，但是这时候 FunPlus 要反手三包，你是吗？一共没有闪现的千珏过来，有没有一些能留过来推千珏，千珏有大招的，千珏开大，那没往这里面走吗？那不是送自己想给沙皇收割吗？哎呦，千珏又吃个头二杠零了，再 A 一下三杠零，哎，路下上的一滑掉，来福这边应该要倒了，来福想硬考，那这样的话 WBG 这波赚了，小虎立功，赚吗？千珏三杠一了，怎么说 ？FunPlus 也太装了吧，三打四都来了哈，感觉 FunPlus 现在每个人只是表情不露出来，心里已经开心惨了，我们的 DIE 又三个人头了，十分钟。爹，没问题，好吧，这个。现在感觉 FunPlus 就是爹肥就好赢，野爹只要起来随便塞后面。这边过来飘，小伙子，你漂亮的大飘鬼！啊！这一个壁咚给咚走了，这不是送的尼寇吗？什么情况？大乌龙！这个画面太搞笑了，起飞了！啊！啊！这个龙直接被千珏拿下来。这波比这个大，兄哥们儿，妈有点搞笑。那葵直接大招掰 Light 这个位置，怎么说能活吗？活不了，直接被处理掉。要不 Light 说，要不我退。这就是葵伤体。对 ，FunPlus 这样子打完很赚，又拿人头又拿龙，经济直接领先。小老虎在被沙皇猛戳，这边流行刀被逮住。直接被兰博一下 A 死，这边留还吃到了一个印记 ，MKV， 这边有看这个端的怎么样？短，这边小虎直接飘，但有一箭，回头大招到了，还是被射到 ，MKV 再拿人头，又一个印记，鬼鬼，弃了呗，退了呗，怎么崩盘呢？微博记玩了玩的，九层印记了吧？这千珏六层印记啊，六层了，又一层，二十分钟前要拿到600码了。夸张，FunPlus 又要起飞了。FunPlus 真要去成功吗？这 FP 叉这样打，
他们要是能练出新东西来，真有机会。小凤凰是不是要改队伍的那个队标了？改成一只狼吧。那到时候转会了怎么办？再改回来，一人一城啊，不转了呀。行，对吧？李高官直接出来说，我们方不拉斯未来5年的计划就是围绕着银河组建一支队伍。真的银河战舰是吧？银河的银河战舰，真正的银河战舰，还真行。有没有可能？问题的关键你在迷控，也有可能。就你想嘛，就方不拉斯每次拿野核的时候，其实大概率搭的都是迷控系统。Kale 现在这把也玩明白了呀，这把他没有什么太多自己的想法，他就他妈的给这个千珏当狗了。是的，对呀、啊，有爹，这把真有爹，这把 Kale 保千珏就行了。保皮龙马上225层了，就差10层了。保皮龙现在213层，就差10层就有225层了。哎，要变身？哎，一剑赖德进化姐，但还有个大招，闪跟过来，但兰博大招接的位置感觉有待商榷。千珏来了，千珏在绕后，千珏在绕后吗？哟，千珏在绕，一个大招掰过去，小老虎不在正面。等一下，怎么说？千珏能追，现在状态很好。又拿两颗人头，哇你贵贵。GG，千珏要摸哪赢了，兄弟？小龙升了还能替那边红，被动有被动。马上八层了，哥们儿，可以替了这把。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，不可能赢了，是吧？打得太差了，是吧？微博，怎么说？现在给大师兄发个消息，直接给他发一个暴力的，看一下大师兄在哪。感觉不会 BP， 然后再给他发一个骚表情。这把其实目前打玩到这儿，微博就一个战犯，就这波比。要我说，主要是莫微微太隐身了。那微微在干嘛？问号。这个龙目前到现在，这个龙其实是跟他没啥关系的啊。我说句实话，这个龙是没啥关系的。我说句正南其白的话，你这种英雄就该把就惹赛请回来啊，玩玩什么上单狄仁杰、宝皮龙，他肯定擅长这些东西。这个版本我觉得惹赛对惹赛太有利了，对不对？不，我说真的，你看我一说这种实话，也要说别人在串，这哪里在串呢？兄弟，太他妈搞笑了！你知道我看那条什么弹幕吗，兄弟们？裁员裁到核心了，就是这下场。不是哥们儿，你真他妈是个人才呀！千珏9层，等着。10层是625，13层是650，就跟女警一样了。这把有没有可能13层？兄弟们，无奖竞猜一下。灵魂团，微博技状态不是太好。哎，掰回波比一跟过来，又晕到波比，波比要先倒了吗？没有。哎呦，这把龙伤害很高。宝皮龙伤害有点高，要斩杀了。还没有到斩杀血量，宝皮龙东吐一下，西吐一下，米克威又没血了。但是老龙龙魂远古龙已经没了，郑庄还在这里喷水，郑庄东喷一下水，西喷一下水，小子里被掰走，小子里已经白给。哇，直接倒小老虎，这抓有点帅，有说法没这个抓，开炸，哎呦，防斩杀。回点血再吃野怪，你几位？我真的钱袋宝地啊！小老虎，你怎么保得好呀？小老虎立大功，小号这波逼动到了，但是被裴昭提顶走了。是的，钱袋宝地，好狠的 Kindra 的，他不办吗？就很显然，感觉小号不会打 Kindra 的呀。感觉这个龙的伤害确实还行。不是千珏怎么一把比一把飞啊？不是，200刀打100刀，14000打8000，领先6000，选了，快领先一倍了，兄弟，快领先一倍了，领先两把无尽了。一剑找到克里斯皮，克里斯皮没闪现，只能等死。Mickey Way 应该又是 MVP， 以后千珏应该不会放出来了。这个人好像在 LDL 的时候就是千珏绝活哥，很显然感觉都没做好功课。Mickey Way 是千珏男枪绝活哥，好像是。远古龙还有10秒钟刷新，回去打条远古龙是稳赢的。那这样回去打远古龙的话，微博机彻底没机会了，赶紧要出来拼命了。这不出来拼命，等别人把远古龙一打，你还玩个鸡毛？你直接退了算了。还想杀？哎，直接进攻了，来了，开到一个龙，波比闪现壁咚，但是没人能跟啊！千珏又杀两条，小子里顶不住，小虎还在尽力，小虎还在燃烧自己，小虎有闪现，小虎一个推得漂亮，小虎加了一个阿闪，是想自己跑的，那叫留小老虎去追小虎，而 Light 在追来福 ，L 追 L 啊，虎追虎没有问题，但对面已经杨林升级，直接呢开起来打门牙塔吗？什么伤害？阿切！什么伤害啊？12-2，好
好，直接开大招硬扛兵线，那什么情况？这两道哇的西巴罗马，什么意思啊？全是一下一个啊！比克维一刀一个人没见到就被秒，先觉得打单子，每天都在带，真是爹啊！好屌啊，这把他三杠一开局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下一把了、不对，就已经可以回家了，两件带走。兄弟，他摘这个耳机，然后直接一拿外套一甩就准备出去碰拳了。我操，这是不是绝悟啊？我操，范普拉斯转会期最成功的一笔就是租借了这个银河。我微博发个有带怎么玩，不会被举报吧？我朱德招伤还这么高，5200小号5000。哎，微博我想知道他前面打的都是什么队啊？有没有董哥知道啊？赢的是 UP TT RNG RA 啊，哥们儿，那感觉要狂欢了呀，兄弟们，要不开香槟呀？我说这下黑子还不开香槟，但是艾哥人都走了，微博 G 还能黑谁啊？还不如看银河表演吧，这人简直是来 LPL 打单子的，比赛把把 MVP， 后续两把要是能扛住京东和 BLG， 那银河真是 LPL 新一代野王了，让子弹飞一会吧。最后各视角的激情解说，大伙喜欢这种剪辑方式，点个赞支持一波呀。